黄色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关心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打开的国家公园第二个景点，叫雷神洞。你也上来啦。这里的游客比较多，这个雷神洞就在那里。Tide is too low. 他们说海水太浅，这就是雷神洞。因为现在还没涨潮，一定的潮水的时候声音更大，现在是声音很小。哇，这个好。再等一会儿。看到没？看到，一会儿又来了。一会儿啊，这个大。这边浪来了。看啊，进来了，看啊，好。哇！雷神洞这个景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